创办人有什么资格问我？哎，你谁？我是谁？你一个创办人有什么资格问我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都商量好了吗？以后再见到我老谭，把头低下做人。完了，走错了，怎么说去？哥，他咋还知道嫂子的戒指在那里啊？我。你别走啊！